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超越，在《七十吉祥》中饰演祥云仙子。欢迎仙子，欢迎祥云仙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禹兮，在《七十吉祥》里面饰演的是楚红仙君。欢迎少君。剧情天中带色，那种其实吉祥那种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李清扬啊，他姓什么？我叫他姓丁宇，你姓丁，所以叫杨宇波波，杨宇波波奶茶是吗？天边的波波是。他叫丁禹兮，用的是那个鱼。啊，不是。把我照亮，笑得那么甜蜜，无法抵挡，喜欢你变习惯。寻寻觅觅，遇见一个你，总能让我变得如此着迷。从你身后捂住你的眼睛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默契的剧。我们的杨玉波波，你看到没？怎么是一样的呀？一模一样，两个人用的同一部手机。哎、有可能哦？怎么这么巧？154次，为了剧宣做到这份上。对吧？我没有想到，好巧啊！这真的很巧。那浪漫不过就是永不散场。因为加起来呢，你们的次数最多，所以呢，你们分配的时间就最少。我们看到呢，我们一起散步在天涯海角，从前有颗黯淡的星星，因为你不出现在我的眼里，我们的爱就像没有保质期，遇见。请说出三个最想给杨超越起的昵称。杨小翔，杨小翔，宋小云，当喜欢好三个昵称。耀月、小唐、小唐是不是？杨小云，接近，对，算对吧？杨小翔，对，还有一个宋小云。对了，杨小翔、宋小云、小唐，没啥东西。这单车感觉难以言说，在我的后座，浪漫不过就是永不散场。时间倒数，一切变得这怎么带啊？帮我带过去。剧情天中带色，你到底想没想过？还随便说说。骑着单车，感觉难以言说，坐在我的后座。五个字，有会有期待，我还是这样特着会比较好笑。哇，这太慢了，哥，再来一次。好想牵你的手，无忧无虑的走，在雨夜迷爱，好吻你额头，月光洒下来，你是我的偏爱。好难，好难，怎么了？所以我们杨玉波波要下场了。加上我们在说口了，还有一个，你有点害羞。你就是我爱的原动力，慢慢的，慢慢靠近。眼神不再逃避，扰乱了我的呼吸频率，可能是场新游戏，规则就我们定义，浪漫不可思议呀，好想牵你的手，无忧无虑的走，在雨夜迷爱，好吻你额头，月光洒下来，你是我的一片。
刚好是半小时时间。好，你就用了时间，现在就站起来啊，享受这7至9秒8秒。然后我们用这半小时时间给我们的七夕祥打个 call， 欢迎大家收看七夕吉祥。姚超越在里面饰演的是我们的宋小云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初攻仙君。然后我们现在立刻出发，快合理利用时间，你要打。